你是要去阮因家迄间病院开刀是？你个病台啊？我就是讲也好啦，我会交代阮因家，啊，给你好好照顾。要唔过我听讲因家敢若无条条在厝内底，你当有这个机会？你伫讲啥物啊？看起来有手，真正就听小明珠的。无怪明珠伊刚完动手术，嘛爱替伊洗一个囡仔。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八点，台视《生生世世》。感谢福尔鹅温枪冠名播出。